感新青年，一起放光芒。动感地带芒果卡邀您一起观看《我在你的未来》吗？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会员加更版等更多精彩内容。小白鞋还是百搭，是要送的，真不错。今天健身还可以吧？反正我穿的时候还蛮满意的，鞋子不好挑，我这都没好好挑过鞋子。男生跑了起来，在一个小时之内奔向女生，解除了枷锁。真的假的？没有骗我吧？那他在哪里啊？9:22，在江边。这收到了这段时间以来最好的消息。我要解除我的助攻人身份了，我想立刻就狂奔起来，满脑子都只想尽快的找到翠儿。还有50分钟，快点快点快点，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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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希望跟圣宇公平。平等的竞争，我一定要找到翠儿。快到了。还有多久啊？我们还没到。三轮，啊，你怎么在这儿啊？上车，走。你靠不靠谱？靠谱。走，走走走。哎呀，另一个男生正在奋力奔跑，他会在关键时刻帮他一把吗？我觉得这个很不公平耶，要就公平啊，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他。我们可以接受一个他新的规则，来。打消这个规则，我们要向恋爱手册发起一个新的挑战。我这几天都跟姐姐在相处，她让我机会相处嘛，那我帮陈伦一把，解除恋爱手册，对大家都公平。反正没怕过。没事没事，停！哎呀，你行不行？你来吧，你来吧。行。哦，这好沉啊！哦，还有几分钟，还有2分钟，来得及的，加油，冲冲冲！哎呦，这个车真难骑，加油，来得及的，加油！到了到了，差1分钟，到了到了。你们在干嘛？虽然很累，但我们还成功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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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1个小时时间，我找到了翠儿。下车的时候差点晕过去，身上的重担
终于卸下来了。当陈伦解除了限制嘛，我觉得我是情绪上的那种释放。谢谢盛宇骑着自行车过来找我，所以说刚刚好卡着点找到了翠儿。憋了这么久，我觉得太爽了。干嘛？你们有什么秘密？男人之间的秘密。对，男人之间的秘密。哇，终于解除了，太好了太好了。被恋爱处的给这俩男的折磨的，我第一次看到兄弟之间互帮互助的去追求一个人，现在真是好朋友好兄弟的感觉。我觉得他是还他一个情，他心里可能会释然一点。嗯，不然男生还是觉得不公平，即便我赢了我也不光彩的那种感觉。对，大家都想要公平竞争啊。是你的话肯定不行吧。我要骑机车啊。你可能一会儿就放弃了。如果是你的话，你应该扫一辆共享单车吧。我会打车了现在。两个男生之间终于可以来一场正面的交锋，我们非常的期待。对，欢迎大家来到芒果 TV 首档剧综交互式社交实验真人秀《我在你的未来吗》。大家好，我是孟晨，欢迎观察团们的到来。因为陈伦已经解除了这个助攻者的身份了，嗯，他憋了那么久，从西双版纳憋到了这个杭州，嗯，这次我觉得他应该要放大招了，我非常的期待，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怎么做？我坐中间。你坐中间。罗子，吃吗？吃啊。吃啊，不要客气，吃。恢复元气了。啊，对，内伤好了。你干嘛开了他头像？嗯，没有啊，他坐我对面，我不看到他，可能看可以。所以你们有什么？没有约定？没有啊，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真的没有。昨天晚上他都干嘛了？吃烧烤聊天。吃烧烤啊？对呀。聊什么？Man's dog. Man's dog. 你们昨天下午干嘛？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哇，现在感觉变很奇妙哎哈！还是有些战火的，但现在看着还……又是朋友，又是竞争者，能不能说秘密？你们干能干什么啊？你们不能说秘密？有我们的不能说吗？哦，所以你们两个是有秘密哦？有秘密啊！你看你都写在脸上，你知道吧？没有秘密啊。没有，你刚说谎呛到了吧？真的没有秘密，嗯，没秘密，真没秘密。我其实没有什么想知道的，我是一个对别人的秘密不好奇的人。这你们昨天晚上到底，昨天下午到底干了吗？哎，你打脸打一秒钟就自己打脸。我们去约会了，然后呢？就约会啊。做了点什么？就做了点什么都不想告诉你。小何直接能玩什么呢？你怎么知道是小何直接？你猜啊。他们两个又开始有那种拌嘴的模式了。对。你已经开始 battle 了。你们有去，是不是去做了什么手工活？有，是关于，
香薰蜡烛或者手机壳或者饰品啊或者香水啊之类的吗？里面有其中一个。是关于香水的吗？啊，为什么你问香水啊？啊，就是想问是关于香水的吗？是啊。哈。OK， 好像没什么好问的。想知道的我已经知道了。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有人跟你说。我真的是猜的。那你猜猜我会做些什么？你带他去骑车。他只是这一环中的一小环。那就对了。但你约会里面有一项是你的重点项目。我觉得每个都是重点项目。哎，真的对吧？好尴尬啊，你这表情。没有，很酸很酸的，草莓很酸。我们好好享受下午茶。一说解除完了之后，两个人立马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嗯，解除之后兄弟立刻没得做了，没得做，马上反目成仇。但就看他们沟通跟眼神很好玩，就他们又像情敌又像朋友又像兄弟。嗯，他们两个人的那个情感是有变化的，就还是能看出来现在就是可以互相开玩笑，然后就是包容度和接受度肯定是比第一次要更大一些。嗯，然后其次我觉得，嗯，我能理解盛宇不想说啊，那他肯定不想告诉对方，哎，我和这个女生有了很亲密的动作，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嗯，他为什么要分享出来？是。然后我就反正觉得成伦就是，我就觉得有什么可好奇他们做什么了呢？你知道了又能怎样呢？那是不是在吃醋呢？就是吃醋啊，只是说他问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就是没什么意义，幼稚。对对对，很幼稚。因为很清楚知道了之后心里还是会难受，那干嘛给自己添堵？就必须拿着劲儿。对，拿住了，拿出那个姿态。对，是吧？气势上要赢。漠不关心，漠不关心。而且他们的秘密也挺多的，就是没有告诉那个翠儿。没有，我觉得两个人都不会想说，这是一个男人之间的默契。所以他们两个一直在眼神互相暗示对方啊，就是偷笑偷着乐，就是互相打掩护嘛。就男生之间会很多时候就是有这种打掩护的时刻吗？我们这边还好，我们不太会打掩护，我们都单挑，就一对一。单挑。就是先处理清楚之后，不搞小动作。我一定不相信你会单挑。哎，你帮我找的是队友吗？我真的觉得不是我的队友。就是一直拆台。解除助攻身份的男生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单独约会。哇哦。啊，又是难得的一次约会啊，单独约会。这里是哪里？这里是上天竺。你要干嘛？你猜。车到了，车到了。呀，哎呀，主动牵手。喂，等一下。车到了，车到了，车到了，车到了。一三一四路，我真的一三一四。哎，哎，翠儿怎么有点害羞的感觉呢？我有点紧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没事，我真的很紧张，所以说我就会心跳比较快。确定不是晕车？我不晕，哦，有一点晕车，但是不晕公交车了。公交车谁会晕公交车啊？自己
心仪的女生一起体验一下这个葡萄酒，也算是我一个梦想。你的梦想都好浪漫，还可以吧？真的吗？嗯，好浪漫。天哪，他笑得太开心了。小美女，你知不知道你男朋友为什么要带你来坐这个车？一生一世里面包含着，所以啊，他把你带到这个车上，叫你明白得跟他一生一世。好害羞，我害羞，本来就紧张，更紧张了。嗯，他是你女朋友，有什么好紧张的？你的真心给他，他肯定就接受了，明白吗？真的很般配。我也觉得，其实我们很般配。这还有老奶奶猛助攻，真是神助攻哎！我的天啊！那阿姨，我还有个竞争对手怎么办？肯定的啦，把最好的东西。谢谢阿姨。小男孩要主动的啊。要主动牵他的手，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要进攻了，你不进攻怎么行？天哪，这个军师太强了，这个真行！这观察室的成员我们应该加一个了，这阿姨应该来呀。你今天晚上回家了是吧？哎呦，宝贝儿啊，你明天想吃什么？我明天给你下班捎回来，我给你做好了。好，我就全职主夫。以后孩子也我带，不，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对不起。这就对了，追他的时候啊，还要知道他父母是要什么东西，下次你去拜访的时候就可以带着去啦。丈母娘喜欢什么？丈母娘，他俩的频段挺搭的，一个男的稍稍主动一点，女的害羞，然后互动的互动，对。你好，你好，你好。好，可以麻烦帮我们合个影吗？好，谢谢。你把他手搭过去，那个手哎，怎么搭？阿姨，对，真笨呢。把这个手拿下，把那个手拿着不就得了？搂着他，对不对？哎，你是小心一点，这个车颠。哇塞，他搭了吗？搭了。哎呀，太棒了！谢谢。神助攻啊，这是。我到站啦，希望你们下次还有缘能见到你们哈、啊。下次来可能就带小孩了。哎呦，好，再见，小美女，小帅哥。注意安全，阿姨。阿姨帮我们规划了人生的蓝图。挺好，挺好的呀。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心意，或者说你的这个计划，就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然后也很惊喜，也比看韩剧还要浪漫很多。对我来说，就是记忆很深刻的很多都是画面。我觉得我们走那个森林的时候，有一幕我很深刻印象。对。就是荡秋千的时候，有阳光洒下来，那一幕我觉得很美。我觉得这个画面我会记很久，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314。你真的好肉麻啊！陈伦真的很会，我的天哪！哎呀，甜的哟。我们去看一下那个什么中医厂。好。都是你写的吗？你找一下有哪些是我写的。这个，哎，这个很可爱，是你吗？这个是我。Why am I always? The city sits below when we take shots at the moon. 有一天我很失落，因为你和他约会去了哦，不止有一天。
我希望这辆公交车能获得无数佳绩。有的。这是我写的。请不要把我当弟弟了。那把你当什么？啊？你觉得要当什么？让我继续说。好，继续的，完了一个。没有嘞。很多时候我有苦难言，但是请你相信我，我一直都会在。好甜啊。你也写一个吧。在写什么？待会就知道了。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我都能感受到你的真心。那一天一起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我都看不进去，好紧张。等一下，谁踩刹车？这太过分了！我让我想到那个《请回答1988》那个狗焕。没事没事。太甜了，太甜了！太甜了，太甜了，太甜了！而且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好自然，非常流畅，非常丝滑。丝滑，旁边最好没人，要是一使大劲儿了，会摔那儿，摔别人。我要坐公交车，上雨怎么办？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行不行，我是在剩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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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柚西柚西柚，西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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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赢？真的吗？你们的执着有一点，也是大可不必的，有点无力。还要咬我吗？哎，他在哪？啊，他跟单身狗们在一起。拍照吗？不救我！救我！此时的这些狗暗示着什么呢？暗示着它是变成单身狗。是你哦，凶我的是你哦，还躲还躲，你知道错了是吧？不敢讲话是吧？好，给你吃，好吃吧？不要凶我了，我跟你说。来，坐这边。坐，坐 ，sit。不错，这狗能听懂英语。起码能听懂他话，我觉得也还蛮好。至少没有那么孤单。哦哦哦。哎，也明明是公狗、母狗。公狗，那你跟我一样啊，是单身狗，单身狗。他不是单身。啊，连狗都不是单身，为什么？因为这都是他的后宫，其他都是女孩子。你后宫佳丽有几千啊？只有我是狗啊！都不知道他们在玩什么，推体跟陈林梦在干嘛？帮弟弟打破了助攻者的规则之后，我很开心。别不理我，我明明还原了原本那种公平，让弟弟可以单独跟。推体有机会相处，其实挺好的。杨冰冰，杨冰冰，虽然狗狗很可爱，但是自己一个人还是有点失落。
如果 TT 在，那就好。我发一条朋友圈。那边有多甜蜜，这边有多落寞。他其实不是想发朋友圈，他想直接传给 Twitty。 对，他想让他看到。 对，但是又怕打扰他们约会。盛宇其实也挺好的。是。抓的都是这么抓。你要不要先示范一下？我试一件。那个姿势还是蛮帅的。嗯。哇、哦，好厉害！你可以试一下，试一支箭试一下。好。你太痛了。很累。别弹到手喽，小心点。有抽到吗？吓到我了，吓到我了，没有抽到。哎呀，你帮他一下嘛，在后面帮他一下，快一点。我在后面示范。对呀、啊，应该要把住他的手啊。你手可以握得稍微低一点，对对对，手可以。不，那还是要卡在这个。嗯。你好，我来瞄准。有点辣。有点辣。就卡下面，对。啊，为什么那么难卡？哇、哦，他们身高也好配啊！我松手，你也跟着松手。好、嗯。三、二，松手，松手，这肩有力量，哦、这肩有力量。对，因为你帮我扶着啊。我感觉我找到了感觉，我试一下。我好酷、哦！直接上手了，摇晃，准嘞，给个奖励，给奖励。啊啊！摸头杀，奖励。天哪，姐姐最吃这一套了。当女生表现不错的时候，男生摸摸她的头，鼓励她。感谢恋爱手册，爱你。给个奖励，给奖励。哎，我也要摸，我也要摸，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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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你要摸头，不给你摸。为什么？不给你摸。为什么你摸可以，我摸不行？那我加油，加油。你好，两位，你们练习的怎么样了？还行。是这样子，我们店最近有一个新的活动，就是说，你们两位可以合力共同射十支箭，只要环数在65环以上，就可以得到我们这边的惊喜礼物。你们需要挑战吗？65环。对，65环。十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5支，我5支。我尽可能的不要飞出去，好吗？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你先。好，我相信你第一箭肯定旗开得胜。不要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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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慢慢来嘛。加油，我相信你。好难哦。我相信我们俩，加油。哇，爱的鼓励。啊，这是几环？6。加油。7环，加油，漂亮。6、7、8，哇，他射的其实还蛮好的。啊，一次比一次好。8环，我试一箭。哎呦，基本没戏了这回。没事，没事，我们还有很多机会。不要慌，不要慌，不要慌。
加油，可以的。十环，十环。哇，哇，很厉害啊！他射箭好厉害啊！嗯，好厉害！我的礼物靠你了。八环。九环。就是最后一次了。还有一支箭。六十五分太难了。他最后一箭了，他射中十环就完全可以了。我的礼物靠你了，爱的力量走。哦，耶，刚好哎，耶，有礼物了，耶耶，给你拜，耶，真棒，恭喜你们成功了，那这个礼物就送给你们了，谢谢谢谢谢谢，开吧。红绳哦，月老红绳，我帮你带。好。OK。我帮你，人家是可以打开的，好吗？啊。哎呀。啊。啊。可以了。好，这个红绳以后不取了，洗澡都带着。哇哦！不要那么急着走，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要去。好呀。要不我们一起来拍个照哦。OK。然后他说我也想发个朋友圈，这发个朋友圈 OK 了。然后剩余就。Oh my god！ 上车。你真的没有坐过摩托车，很熟练啊。坐过摩的呀，师傅可以出发了。好。花姐，花姐。这一套女生都好吃呀！要带个那个，怎么了？帮你拍。我要加速了。好。好舒服。你看，他很相信他，他开快了，他也是不害怕哈。对，很有安全感。我有感受到他有把头靠在我的肩膀，就心颤动了一下。觉得他是很信任我的，接下去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会像他相信我一样相信他。哇，沉沦真的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从他们坐上那个幸福的巴士开始，就一个刹不住车的感觉。我已经看不下去了，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他们从头到尾都在演偶像剧。对，其实他们在那个沉沦射箭的时候，就是女生我觉得应该挺心动的，因为他真的很帅，就他射箭的稳，然后那个帅气，那个姿势，就是他认真的样子很有魅力，很吸引人。我是觉得那个沉沦挺聪明的，他很知道把自己拿得出手的东西展现给这个女生。没有，我们那个剩余也是把他最出色最拿手的地方拿出来啊，可是我觉得这个男生就是好多他选的项目都是大男孩运动型的那种感觉，而且尝试了很多未尝试过的东西，他会觉得很有新鲜感。上次西柚是不是也去做了一个蛮刺激的东西？我记得靠肩。但今天沉沦完成了一个非常丝滑的恋爱手册的任务。哦哦哦，你像这种摸头杀对于姐姐来说真的是会很心动，这也是心动的瞬间。对不起，我想抗议，我就抗议。我觉得这个恋爱手册完全是助攻，但是我们西柚的恋爱手册其实它很难去实行，那时候我们还去试着要怎么让女生靠在肩膀上，就如果这个没做好反而是反效果。是吗？哎，那我这里就有几个恋爱手册，我跟你说，网友们总结了几个细节，
让女生很心动的瞬间，就是我来告诉你们，你们对娜扎或者是孟桃来做，看看女生会不会有心动。那我先告诉以豪，用双手温暖女孩的脸颊，对娜扎做。这个肯定被碰。好，准备好了吗？压力好大。好，来，以豪接下来的动作和细节会不会让娜扎心动呢 ？Action。It's amazing how you can speak right to my heart. The smile you face lets me know. 走开，走开，够久了，走开。他手真是巨冰，我脸本来挺烫的。接下来你来第二个，来看更尬的，展现演东西时喉结的魅力。演好了，要有信心，大勋。你有喉结吗？我就看你咋没喉结？我发现。被你们发现了！哎，他没喉结，我都有。我没有那么大，我有小喉结。你看见喉结了对吧？我看到这儿雇佣一下。雇佣一下。而且他吞下去很痛苦。你不会都没有肚脐眼吧？哎，等下，魏大勋自从没有喉结之后，你看他整个人的姿态。软绵无力，现在我感觉。哎，他可以，他可以，你看他的好明显，他的这个就很大。这个他做比较合适。以豪，弥补刚才的缺失，现在来一个，性感一点哦。性感的喉结啊。嗯。啊，性感啊，性感的喉结。完全 get 不到他的性感、啊。谢谢。谢谢。这么迟了，怎么又来？他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友情和爱意萦绕其中。然而第二天夜色降临。离别的时刻到来，一位男生将结束这趟旅行。啊！在这个 moment 做这个决定太难了吧？是谁结束？这么残忍吗？好突然哦，就真的完全结束吗？就好的，的确一直三个人其实还挺容易造成伤害的。如果他们现在有一个离开，相比于可能持续下去三个人的状态，就是关系不会变得更糟糕吧。到我和盛宇决胜负的时刻了。哎，我们不喜欢分开。那应该是舍不得大家了。对。也是来交了一些好朋友，把对方当兄弟了。
舍不得呢？太难了，很不舍啊。啊，好心疼。为纪念这短暂的相遇，在散场前，男生之间有一场对话。幼稚鬼最后的交谈。我感觉项羽前一天一定哭得很厉害，他眼睛都肿了。就是你知道那规则了是吧？对啊，晚上啊，我其实我是觉得，这样的感情下面，总有一方是要离开的嘛，对吧？然后，我也一直跟我说，我其实性格是个很急躁的人，对，我会比较不喜欢，一直游离在三个人中间，我想得到我想要答案。就我需要安全感，然后三个人的关系就给不了我安全感。没错，勇敢的，勇敢的少年。对，其实就是个性不一样嘛，挺好的，真的。我表我的态，好吧？就是，其实我觉得这趟旅行，对具体是，一开始我不明确，但我后来明确态度，你感觉到吗？对不对？你觉得这是爱情吗？当然是纯属我认为嘛，现在。但就，我觉得我也还是有收获。有爱情，有友情。那我觉得就这段旅程，我觉得是很好的。我还没出来，不要去管结果，对啊，真不要管结果。我只是这么说，还是要尊重他的选择权。对，要尊重他。还是希望可以在一起去熟悉，但不公主抱啊。我不想让他们散掉。我的好丑。看完就觉得有一些难过，哎，三个人的关系就是要结束了，然后这两个男生之间总有一个人会是以悲剧来结尾的，是，所以也到了我们最后做选择的时刻了，到底支持哪一个 CP？ 各位准备好了吗？其实孟晨这句话是说给自己听的，给自己壮胆是不是？给自己加油鼓励。沈玉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我因为是最后一次选择了，然后至关重要，我们炫柠檬，炫一整颗切好的那种，直接往嘴里塞。我都开始酸了，现在我不是不爱吃酸的。我们是不需要玩这么大，不需要赌东西，爸。我最爱吃柠檬了，柠檬会美白的。哎，我觉得你可以多吃。兄弟可以一起分吧，自己承受。之前是他们两位是，你是西柚嘛？对，我们三个都是西柚。
不是，我是秋千，我是秋千的创始人，你凭什么给我弄到西柚？对，你是前西柚队员。我发现有点不对，我得赶紧跑。我还是选秋千。我选秋千。我选秋千。我觉得啊，以这个就是逻辑线来看的话，应该是秋千。不应该是剩女。感情其实也没有那么多逻辑，我感觉。心动归心动。最后的爱情我们是要长长久久的，所以剩余比较稳。对，我真的觉得就是他最后会选择剩余。哎，有没有一种是女主说我退出？没有，他必须要做选择。他必须要做选择。那就是我们俩西柚，你们仨秋千。嗯，刚才其实也有提到爱情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感，然后陈伦也有提到说他其实也挺没有安全感的，是所以我很想问一下，男生的安全感到底是什么，而女生的安全感又是什么，这会一样吗？我觉得是一种相处的气氛吧，两个人就在一块儿，你会觉得好像就没有什么障碍，这种气氛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但是就是会有你，比如你心里觉得很踏实，就是这样，就是可能一天都没有联系，在多晚的时候都会彼此联系一下，对，联系一下，细节也说不到太多，但是就无论多晚他都不会睡，就给你留盏灯，然后就等到你回家，然后就会感觉到他就在你身边。对啊，可能被认可欣赏或者是被支持，对，然后也会希望是一个互相的东西，就你会知道哦，他是欣赏你或支持你的，然后男生就会更有勇气。对，像这个忽然嘲笑我的，他就不认可我，所以他刚呵了一下，有没有？对他不认可我。你好，你还有什么不安全感吗？联系不到会让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那他要是有异性的男闺蜜呢？应该也会。尽量不要有那些就是异性闺蜜，我感觉，因为你想嘛，就是说啊，那这就是我男闺蜜，我就要怎么样呢？怎么怎么样？那对方一定会敏感，嗯，并且这个在感情当中不是很促进这个氛围的这种因素，我感觉都不太合适。其实女生也很容易没有安全感，但是女生的安全感可能比男生要更多、更具体一点，嗯。落实到细节上、行动上，我觉得我是一个超级没有安全感的人，会乱想，就是知道自己真的已经很好了，也知道对方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很好了，但还是会很怕这个人会不会突然离开你。嗯，就是有时候会患得患失的那种。嗯，我会，我很严重，而且我超级无敌敏感。那还是这个人给的不够，有的时候当然女人会敏感，但有的时候就是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当你敏感的时候，可能这个男人真的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还有什么再多说说，我想听。就比如说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要出现在我的身边，然后就是男生会特别宠你，还要就是陪伴，要有耐心哄你，然后你什么样的一个形象他都是喜欢你的，你素颜的状态他夸的话就是真的很开心。其实我感觉让彼此有更多安全感，公开恋情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对，就是女生还有一种安全感，就是能够把我规划进你未来的生活里。嗯，被安排其实也算一种。我吗？大学，你现在这么低落，我用摸摸头吗？不用了，你摸摸头其实缓解不了我任何。是我不好，还是回家卷破卷回家吧？他一定有更好的人对他的。我们根本配不上他。接下来三个人还有最后一天的相处时间了，到底楚莹会选择谁呢？哦，这期就要揭晓了，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继续往下看。来，我们来画画，我给你看一下什么是大艺术家。你不要翻车。翻车不是必须的吗？推理最有特色的外貌是大眼睛，我也觉得是眼睛，甜美可爱。
你这么快就在上色了？啊？你这么快就上色了？你太专业了，我画得很丑，真的。我也很丑，我不行了，已经太丑了。你不要偷看我画的哈。为什么？就不要偷看嘛，等一下才有惊喜嘛。看一下嘛。不要。看一下嘛。不要。两个人在小闹。不要偷看。我要移一下桌子，可以吗？我不要给他看。不可以。我画好了，不好意思，我再补一下。哎，雀儿来了。哎，这个不是雀儿嘞，搞错人了啊！这人是谁啊？啊？不会吧，雀儿走了？新晋女嘉宾，就有没有可能她喜欢你过来跟谈恋爱？不会。为什么不会？想多了。万一怎么办？想太多了，不要想，好吧，好吧，得想，就想才有趣，不想就没有趣了。他刚刚那句话真的有点意思，你得走了，换人了。意思就是翠儿喜欢的是我。对。Hello， 哇，这女生好美。Hello。哦哦，身材有点好。握个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手有点脏，不好意思。所以现在这个女孩是新加入的女生吗？不会吧。四人本吗？不是说有一个人要结束行程吗？不知道。你是来跟我们一起画画的吗？啊，对啊，我有学过画画，但画得不怎么样。没事，反正我们都画得很丑。啊，我叫李辉。李辉。辉。哦。93年。你93，我也93。哦，那就是你是哥哥，他是弟弟。啊？你怎么知道的？就那多少也收到点风吧。那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先自我介绍吧，我先自我介绍吧。嗯，你先。嗯。我叫 Leroy， 然后自己创业。我是马来西亚华裔。哦，难怪。嗯。口音很奇怪。对，也不是奇怪，还蛮有味道的。蛮有味道。蛮有味道的。对。成伦一看就没有怎么喜欢的感觉。他在想推体吧。可以。来，弟弟。我叫陈伦啊，我是绍兴人，在杭州读的大学。哦。你读什么专业？我是读设计。我读设计，那你画画肯定厉害啊。画的只是服装画，但是这种不行啊。你是服装设计师？对。怎么了？自己做自己品牌，对，自己做自己品牌，真巧。我记得推 T 曾经跟我说过，她闺蜜也是服装设计师，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我直觉告诉我，不会这么简单的。不会是她闺蜜吧？那这个闺蜜也太漂亮了吧？不是吧？她闺蜜过来帮她选。哎，你平时的兴趣爱好是什么？我常跑步。我也会有时候晚上去夜跑。你会微博冲浪吗？就对，就玩过一两次这样吧，也没有玩过很多。我很喜欢就是户外跑跑。挺好的，我也蛮喜欢。你喜欢夜跑？嗯，跟朋友一起跑，然后冲浪。哦。对上了，他就是那个朋友吗？有可能就是那个朋友。嗯，我觉得我大概也了解你了，你会跟推体成为好朋友。他有一个朋友跟你很像。谁？啊，我不告诉你。
哦，你见过他朋友，他还没见过。我见过他朋友。你为什么会见过？对啊，你为什么会见过？你见过本人还是？我见过本人，不是照片。真不错。那你好像输了耶。输不输还不一定呀。他见过了，你没见过哎。所以说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我突然好像明白了点什么。好想听你心里面的假设。这是不能说的，这是我们的一个考验。嗯，还有考验。嗯，不要想那么复杂，他想多了。哈哈，我觉得这个女生应该是节目组请过来考验我们的。不清楚盛宇会不会有察觉到什么，反正我是察觉到了，我一定会经得起考验的。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恋爱史，或者说恋爱观。你想知道什么恋爱观？就是你们有试过一见钟情吗？有，我有试过。我相信一见钟情。你是相信有，但是还没有，还是说已经有？还没有。也不能说还没有吧，也算有。总感觉我来晚了，哎。我感觉这女的刚才说我来晚了是意义深长啊。啥意思啊？没准那个谁已经喜欢上程伦了呢，但她没准喜欢盛宇。嗯，你来的刚刚好。不是，可能接触着，就是有人的意向可能会改变。美女。美女来了。你见过吗？第一次见呢。Hello。Hello。Hi。Hi。你好，你好，我叫李辉。你好，你好，你好。Tweety。啊？不是她闺蜜吗？不是。好家伙，本来就复杂的三人本，现在变成了四人本了。这个女生到底是谁？闺蜜，那怎么不会笑场呢？是我笑场，有点笑场，其实有点笑场。没看出来女孩有点笑场吗？你好，我是李辉。我叫李辉。你好，你好，你好。这是礼貌的微笑吧？他笑的比礼貌那个尺度稍微大一点。那正常应该是怎样打招呼？你好，我是李辉啊。你好，我是李辉。是吗？嗯，是，咱观察人嘛。这一套还是懂的。我反正觉得是闺蜜，但是刚刚他们两个的那个打招呼又好像又有一点点不太像闺蜜，我有点猜不出来。嗯，所以这个新晋女嘉宾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呢？然后最后楚莹到底会选择谁呢？这个女生的加入会不会改变整个结局呢？我们下一期再告诉大家，拜拜，拜拜，拜拜。这时间真不多了，不要再错过任何一起相处的机会。赢的奖励，赢了给你个拥抱，这个还是很有动力的。赢了抱一下。到了最后的关头嘛，谁都想拼一把。我可以跑票吗？好像更喜欢盛宇一点。今天晚上会有一个男生走。我觉得我可以把控异地恋。我很接受不了分别。最后的表白非常的关键。天哪，这太难选了吧。
人海流浪，是谁和我对望？让偌大世界萎缩成身旁，你猜猜故事明天怎么碰撞？会洒落多少欢笑，去多远地方，和你一起城市边游乐场。平凡的日子忽然闪烁波光，当距离融化，心动有了形状，彼此找的答案会不会就是对方？我会在你的未来吗？越过时光的阻挡，一夜写几行，最后落笔天荒。你在我的未来吗？不管结局会是怎样，思念会藏在一道道目光，远在心上。我会在你的未来吗？用爱和时光较量，每一页每一行，字字与你成双。你在我的未来吗？哪怕结局会是伤。感谢独家社交媒体来微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我在你的未来吗，实时 get 节目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我在你的未来吗话题点评，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特别明星微博电视剧、微博情感、微博电影超话社区、微博电视团。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指定问答社区、知乎深度合作平台今日头条、现代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深度知合作平台秒懂百科、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 Docker、 特别合作青宝宝、百度输入法、讯飞输入法、智联招聘、 YY 直播、一代驾、墨迹天气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京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